感觉96块一个便当太贵啊，而且那是哦台中先散的，也不是现做的啊。妈，不对，总经理，我感觉我做这个决定哦是健康的，你放心啦。俊豪，你敢不知道这件代志？我知影啊，俊杰在决定时阵，我人嘛伫现场。啊，你先怎无改组织？我有改组织啊，要不过伊就讲啊，伫咧会议内底伊上大，伊讲会遵守。你敢知影这件代志对公司的影响有偌大？慧婷，食材方面你敢有调整？有啦，我有尽量做调整啊。啊，不过有一挂食材早就甲特约厂商签过合约啊，无可能临时改。目前一个便当的成本是38块。38块？啊，咱卖69块，嘛是够赚足济啊！俊杰，迄成本不是安尼算的啦。无要安怎算？俊杰，除了食材成本，还佫有人事、广告宣传、包装、运送，这所有成本拢爱算算落去。你一个卖69块，迄绝对害咱公司了钱的呢。这样好糟。到这个便当今日就上市开始卖行。是，今日伫各大卖场都要上架进行宣传销售。哦，我后壁所有会议拢取消，我要来现场看一下情形。奇怪，这外口拢已经有大海报啊，底下该做的宣传，咱嘛拢有做啊。啊，像那咱新上市的便当，那是无啥物买气啊。副总，看起来你想要降价，啊，薄利多销这个伟大计划，敢若无啥物效果吼，根本无人要买。各位帅哥美女，大家好！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阮一片的肉色排骨便当，今仔轰动就市啦！用上用心的便当，给你上甘心的介绍。你甲看，阮这个哦排骨啊，这呢啊大块，安尼肉肉啊，这呢乌金一定足好食的吼。啊，这个排骨便当爱偌济？90块，唔免。80块，慢慢；70块，慢慢。这个便当只要69块就好啊，100块要够走。剩的钱，让你用来买汤、买饮料、买一个好心情，让你好过年啊！而且我跟你讲哦，阮这排骨要到肉色，这个肉是用这快乐猪仙姑店的肉来做的，让你吃了会快乐、会 happy 呀、啊！ Yeah. 当然嘛是有影，所以买就赶紧啊，莫个丢掉啊，买愈多就先愈多啦！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啊！get 啊！不过我拄仔安尼看，你降价卖便当，敢若变做一件足趣味的代志。宋经理，我实在是看不出来哦，这是点趣味啊！你叫我算过啊，扣掉成本啊，咱卖一个便当来了4块，我实在是无多想啊，这便当拢卖了，咱公司还了偌多钱？卖一个了4块，你想算唔到的无啦？我咧用心算啊，用计算机。副总啊。等营业报表出来，你就知道你今天有公司赚钱是赔钱，好好算对去。陶小姐，因为你给我做局部麻醉，所以你连面不管有啥物感觉，你拢爱忍耐，千万袂使顶动，无惊会影响到手术，对你甲你巴肚内面的囡仔会出危险的。我知，我一定忍，我一定忍耐，不管今仔怎痛，我拢袂好袂顶动，会先看起来。好，安尼咱开始手术。安怎？决定好了未？我没答应你，你紧走。谢小姐，就算我签，我唔是当事人哦，这嘛无准算啊。我当然嘛知影，你签无法律效益。不过你是伊爸爸，你若是签啊，我相信你的查某囝一定会遵照你的意思。老小姐，你怎么刚刚呢？我
讲，我都忍耐。我讲不得，我会忍耐。我有什么代志，一定是救我的囡仔，而且一定要保住我的囡仔。我知影。以后刘嘉文跟蔡正常就袂当见面了，因的囡仔。别我讲啊，这内底写啥，我照清楚的。我签。爸，袂用的啦，你袂当签。以后囡仔怪你是要安怎？伊要怪，都怪我；伊要怨恨哦，都怨恨我。都怪我这个爸爸无路用，无我都保护伊，还阁巴肚内个囡仔。你不是无路用，是想疼查某囝。未来若是有机会哦，我会替你甲刘嘉文改善一下。别讲这么多啊，机票呢？等一下，你敢那搁欠我一句实话的吗？你是在讲啥？爱回实话人是你，不才对。刘嘉文跟我抢红菜，我搁遐尔有风度，出一间叫。刚刚你唔免代替伊跟我回实话啊。我无拍你就真好啊！像我赶紧走，别逼我出手。像你拍哦，明天进场机票丢。谢小姐，是的。就。算少年啦，哎呦，你讲遐尔认真，我是受过教育的人嘞，我哪会好事大甲我回事嘞啦？来，这张机票，好滴。你，什么态度啊？拍摄。你给我站起来，什么态度啊你？